講翻每年一次嘅師生好友演唱會，鄧賢老師咧非常重視，因為佢覺得係佢要負責嘅一個 show， 連演唱會嘅標題咧都係佢提議起嘅，所以佢希望盡力做到好。今晚原本佢係同雷師傅合唱一首曲，就係《痴夢》嘅。今晚佢都唔可以出席啦。不過佢哋亦都一早安排咗，邀請我哋兩個女女嘅契媽劉瑞清女士代佢將演唱會完成嘅。佢當仁不讓，亦都將曲目改為係氣氛較為輕快嘅《艷曲聚周郎》。各位好朋友，我想喺呢度希望大家聽埋最後呢首曲，能夠留步多幾分鐘，等我同大家補充下。既然係咁，我哋不如先欣賞雷師傅劉瑞清女士嘅《艷曲聚周郎》，請欣賞。Oh,
小心来对应，公事不能忘，私情刻骨铭。小乔妻，恩爱啊好啊，夫妻花朝啊月啊夕啊情，共对忘应。为求长住啊武陵，早晚。无下再掌军政，爱君才貌冠群那英，恨你起功和好胜，孤负一难连花月。
感冷啊落轻啊停。妻你了伤病，愿此后长相厮守，我俩似影。才呀应从一番功业，难道贤妻不为我娘吗？说什名将美人双飞影，认得空房独拥半襟冰。我哋三生石上留名姓，莫因离多罪少恨啊，影影。贤妻，为夫心意离境不知好啦，
我此后定当忙里偷闲，再不敢把贤妻拦落啦。但愿如此。九梳琴韵奏不成啊！夫郎何故如斯扫兴啊？贤妻不要动怒，为夫献丑便是。拨弦轻奏相思调。
我未遭冷落，念郎生死战，行坐不安宁。萧阳孤闲啊居，夫人不但啊辛劳，亲奉茶汤，就为我疗伤病。何日暖能平？我愿归田解甲，避尘世一外，朝夕伴娉婷啊，难任奸雄执国柄，但愿扫除啊君侧，看从轻，一天啊功啊成，不用长辞请啊。为夫自当谨记。康父康身，天啊根啊重责应，感谢爱妻将夫念成。非常感激雷桂辉师傅、刘翠清女士。在今年六月咧，新光举行了一场导师 show。 邓杏仪老师咧同雷师傅咧唱咗一曲《陌上花之宝簇送别》，获得各方面的赞赏。咁可能真系见好就收。各位好朋友。邓杏仪老师咧喺呢个月，即系九月八号咧，因病离世嘅。仪式咧喺十月一号先举行，但系个安排咧就十分巧妙，因为邓老师最记挂嘅雷桂开、邓杏仪师生好友演唱会咧喺今晚举行，今晚就系九月廿九号。当我写讲词的时候，我又记起邓老师的歌唱呢，就在2007年9月29号。是不是很巧妙啊？所以我诚心希望今晚的演唱会呢，是
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之下圆满结束。多谢大家，令邓老师呢了了他的心愿，等他安心放心，再无牵挂。好感激大家。在这里我再一次多谢雷师傅今天演出的好朋友和嘉宾。我更加要多谢的就是我们的音乐领导卢廷锋师傅，击乐领导余家龙师傅，同埋各位拍和嘅师傅，咁多年嚟同邓杏儿老师咧系伴奏，佢信心十足，每次表演都有一个好嘅表现。我更加要多谢雷师傅、芬姐、Irene 姐，佢哋经常嘅悉心指导。在这里我多谢剧院的各位同事细心安排，令到演唱会顺利完成。最后我衷心 祝愿大家身体健康，生活愉快，继续享受唱曲听曲的乐趣。各位朋友，晚安。再见。